惹老婆生气后。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两三，关到灶台上的一日三餐，熬一锅时间呐、啊，嚼一口存钱，我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，我爬上了顶给月的屋檐，和你谈谈我是熬过了这些年呐、啊，我的曾雄关，今天我就让你破产。
特别是的，但是他显得有这么一个好，之后他可以。虽然说我已经陪伴大家很久了，很多人都说问题是你变成水。